一切法门都是帮助我们断惑、消业、处理六道轮回。在一切法门当中，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快速、最稳当啊，无过于念佛法门。我们二六时中就是一天到晚，心里面呢想佛念佛，一切时一切处都不要把这句佛号啊忘掉。这个也在造业，这造什么业呢？造净业，就造念阿弥陀佛的业，这个业还算不错啊。为什么呢？三界六道里头没有，三善道里面没有阿弥陀佛，三恶道里头也没有阿弥陀佛，这个叫净业。造净业将来往生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除这一条路之外，实在跟诸位说找不到第二条路好走了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要造净业啊，善恶业都不能造，不但是恶业不造，善业也不为啊，这样才能够处理业。